拜鲁祖，来看看弟弟。就是我们，说话还有一个东北，就是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俩。娘炮。啊，这又劳动的劳，还有一个唠叨，第四声唠叨，唠什么？唠嗑。哎，好，对，就是倒上。啊！来来来哦，哟哟，这儿脑门儿，脑门儿。还有脑壳，不对，还有几个脑瓜崩。哎，有以前有一首歌叫什么？谁？随风奔跑。来来来来来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奔了。随风奔跑。鼻子。两后两个字都对了，第一个字，形容长得什么样？有的长得年轻，有的长得着急。爷爷奶奶还有什么？你妈妈那边的老爷，第一个字老，加上后两个老鼻子。下一题。哎，我钱的问题你借我了，我的关系是什么？不要了。那是咱们俩私底下的关系，正常的关系叫什么？哥们儿。我你借我钱，我现在是属于什么关系？高利贷。我什么？你钱借我，还有呢？送我，还有呢？给我，还有呢？是他找你借钱，他没还你钱，叫什么？是他找你借钱。好，下题，下题，下题，来，下题，下题。哎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你肯定知道。行了，走走道，走走道。啊，咔，哎呦，一下卡这儿了，卡卡秃噜皮，卡。你怎么就知道秃噜皮呢？哦、玛丽老说的那句话。4、3、2、1。来来，回头看一下是吗？哇塞，两道题，好棒啊！棒哎。